啊吼，就是咱台湾人吼咧讲的，讲叫做月泽王啦吼，就是迄个济国勇毅人吼，啊，伊正港的名叫做勇武啦吼，啊，叫做狄月啦吼。啊，这狄月意思就是不敌，而是不敌的，那是咱这做厨房的、做厨师的吼，强风吼的祖师爷。啊，伊是咱互阮甲强风做祖师，因为伊厉害，厉害到一步呢，伊就是讲伊样便秘、刁秘，啊，佮精益煮食。是咱春秋五霸齐王公伊个臣子，所以伫即个咱即个华人世界第一位开创五味诶食疗、烹疗、饭馆诶即个厨师吼，咱拢是供奉伊个为祖师爷。齐王公啊吼，张仲炎伫即个民国二十年诶时阵，归台北罗州搬来高雄盐埕堡。新乐街啊，伫遐开一个食堂，便利食堂卖鸭肉面。啊，迄个时阵就是讲，因落来南部的时阵，就是用一张红纸啊，写一个叶啊，祖师的神位啊，搭伫厨房内面哦，啊，咱咧甲奉祀吼，啊，就开始直直拜，啊，就拜到即嘛。啊，毋免啊，知影讲啊，甲拜了后，我逐工生意直直好，我、啊、就规啊开始一张红纸发起个。阮公啊，张仲炎吼啊，过身了后啊，归阮老爸啊，张明成吼来祭接的时阵。哦，安尼时阵祖师会是安尼，高雄市的读书，那跋着楼主的人，咱就甲祖师请登去服侍，服侍一年了吼，佮佮请来吼，啊，大家热热闹闹，佮来祖师祝寿吼。啊，但是迄个时阵，即个读书有咧讲啊，讲啊，祖师都已经拜到遐久啊吼，应该会当来甲起一间啊庙吼，吼啊，吼台湾全省吼的读书吼，啊来供奉。伫民国一百年的时阵开始破土啦吼，伫咱这1903年的时阵吼。啊，就开始建庙哦。迄个时阵建庙，然后咧，规个高雄市的一个行业是哦，比如讲做头毛的，然后咧拜二仙祖，做肉的老板，做迄个灯刀，来咧到老咧哦。啊，所以时阵有迄个做伊的灯刀万岁主题，伊来扮演总会来开庙门。咱第一个动作，伊就先提庙帘，就撒一支毛笔，啊，就提一个庙帘，意思就是讲啊，这间庙是我总会来甲你开这个庙门的吼。管什么妖魔鬼怪吼，拢袂使你来甲内面，我袂搞内进。这间就等于总会来咧点名做记号啊。哦，啊，恁乖乖乖啊吼，啊，就来对这间庙一个供养，有一个恭敬就对了吼，啊，袂当乌白来。其实先人吼，咱较早拜祖师的时阵，边啊拢一定拜先人啦，就是一个老师傅。那过往的时阵吼，拢会甲伊问下子孙啊啦吼。当时啊在世时在咧问啊啦，啊入先人有啥物好处？无啥物好处啦，入先人都同款吼。啊，就做祖师，做祖师的卡链，佮熟咱一个缘啦，结咱一个功夫，一个缘对啦吼。我、啊、今年有两位先人。伊是台中的总捕头，啊，伊叫做迄个蔡炳南，阮也是算台中的板桥一个山头，啊，拄我好，阮老爸啊，吼，张明成先生吼，伊是咱高雄市医药厨艺协会吼的创会会长，啊，伫前两年啊吼，破病过往，在世时嘛是都交代，交代讲啊，伊的那过往了啊吼，伊就是要来神人家吼。啊，来过来甲祖师服务，配合祖师啊，比如咱遮个读书，大家人平平安安吼。啊，所以阮伫祖师生日讲吼，邀请因两位吼，麻烦祖师啦吼，吼啊，调因两位吼一定啊来伫咱这个神殿吼，啊来互祖师来个输赢吼，斗三共去祖师。啊，所以讲邀请伫咱这个罗岗局长，将咱这个老读书的名。写起你伫咱的神殿本主言的时阵，哦啊，由咱这个罗岗局长吼。啊！再来大声喊出去！大愿求生。就迄天就大闹热就对啊啦！都大家吼，读书啊，大家迄个神灵座啊吼，啊，包括咱这些信徒有诶无，比如讲这无形诶吼，大家做伙来互祖师请。今年就是派咱这个妈祖来接用大地子，啊，再来咱这一个庙，再来甲祖师封官吼，封官了后，啊，要经过啥物人来甲祖师请啥地无？一定要做官的，哦，譬如讲，个总统啦、行政院长啦，或是讲咱的市长啦，哦，啊，佮若无，你嘛讲到咱这个变一个局的局长，哦，啊，咱即摆后壁看到这个吼，这个边啊吼，都成这个边啊，是咱这个六班嘛，大家敢那迄个兄弟姊妹，啊，伊知影讲今年吼，啊，祖师要闹热，上这个边啊，吼来讲来甲祖师祝贺就对了。